妈呀，33岁杨洋与林玲古代书生陆透一出，直接迷晕全网了。这个能比起鹿晗而言还要长红的秘诀，就是这张俊俏无敌的脸吧。还有这挺拔如翠竹的身姿，站在那就是妥妥举世无双的公子哥了呀。粗布麻衣都挡不住的真角色啊。这个侧脸更是直接硬控全网了，宁采臣该是如此啊。拿着手机都像书卷一般，儒雅的气质直接溢出屏幕了。这两年穿书生服如此清俊逼人的，也就是一个肖战一个杨洋了吧。真的看一次被他们的脸蛋与绝佳的气质惊艳一次。提笔写字乖巧逼人的藏海大人，拿着珠算盘算数的大人，学富五车的书生具象化了。官服与书生服都帅得惊人，不敢想象如果现在就播出来能有多惊艳了。陌上人如玉，公子世无双不过如此了。两部剧还都是合作95花，比起任敏，肖战可算是搭了一个适合他的女主了。张静怡的灵气在95花中绝对属于前列了。并且在今年播放量日渐低迷的网剧中，西花纸也拿下了不俗的成绩。甜妹就是百搭啊。杨洋的与林玲合作的张若楠也是在95花中拥有极好观众缘的存在。路透一出就惊为天人，完全是又仙又灵的侠女具象化了。不得不说，看见杨洋、肖战与林玲《藏海传》男女主路透这一刻，真的要直呼完全挖到宝了。一个全称一个侠客路透一出都帅到窒息了，总算看到了真正探花郎的感觉了。古装男神一出，对比其他都顺耳了。这三位是古装与现代装都统一的男神，那曹骏绝对就是一匹黑马了，不愧是小沉香。现代装是真的很一般，但古装一出就超有古人温文尔雅的气质。天选古人不过如此了。果然好看的剧都是待播的，看了这么多男神的书生路透，不得狂看几本科举文解渴了。不得不说，现在观众对仙侠的真的疲倦了，反而是对落地古偶越来越看好了。清一色的禁欲上仙都输给了书生装的古人了，哪一位男星的书生装更得你心呢？欢迎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以上是本期的内容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点赞转发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